何时小而无内，不知我之为手，手之为我，似在空气中游泳一般，形神连绵似水流，使天机自然开合，气机自然流动，意气开合练意，容易增长内劲。由丹田开至两手，由两手合至丹田，反复传运，反复开合，内气越练越足，内劲越练越大，太极虚灵膨进自然而生，随意所至。四，转太极。转太极也叫转劳宫，转太极也叫转劳宫。劳宫旋转功是修炼指梢调和阴阳的功法，练习时一手劳宫，待劳宫间生出一团气球感应后，再进行旋转操作，眼神心意引领两手劳宫先正转18次，再反转18次，用眼神心意转气旋气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手合，尤其心静，心静才能意气相合。转掌旋气揉球的同时，眼神心意引领两手暗暗与丹田混元气连通起来，意想手中气与丹田气浑然一体，内外合一的同时旋转，气贯指梢，气通冲筋。五，日月旋转。日月旋转功是修炼胸腹开合折叠，转磨心肺两脏的功法。所谓日月，是借天之日月比喻人的心肺两脏，心为三阳之太阳，肺为三阴之太阴。心肺主明则阳盛，气化正常，十二宫康；主不明则阳衰，气化不足，十二宫微。日月旋转功可以改善和增强心肺两脏的生理功能，提高心肌和血管的弹性，加速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增加血液载氧能力，并具有太和元气冲开八脉的功能，使任脉更为平顺，督脉更为健顺，使上体更虚灵，下体更沉实。心脏发气，发气的把心脏的浊气带出来，甩掉，再搓，搓使手产生电能、磁能、气能，再发给心脏。搓手是代表，搓热以后产生生物电。又产生磁场，又产生气场。
那个发给心脏，发心脏完了以后呢，把心脏的病气带出来，都甩掉。我一发的是三种能量，电能、磁能、气能，都甩掉了，带出来的是把心脏的坏气带出来，病气甩掉。六，收气归丹。收气归丹功是左右收气归入丹窍的功法，左搂右抱，两手轮换。练习时无极站立，左手先由外而内的搂抱合于肚脐，然后换右手由外而内的搂抱合于肚脐，如此两手轮换，左搂右抱36次后，静守丹田片刻后收功。左右收气全凭心意用功，静心想着收气，静心看着收气，静心听着收气。左右手交替收气，如同在空气水中游泳一样，气水随两手臂的缓缓滑动而潺潺流淌，不断地向漩涡之中心中丹田涌入。七，磨盘功。